回家来了。都说不喝酒不喝酒，回到家之后一瞅这种凄凉感呢，我就想喝一口了。酱干黄瓜卤，一碗面条，冰箱里找出一个肥肠啊，煮的稀烂稀烂的那肥肠。这碗下酒够呛，这碗行。
咸的。
这酒啊真是个好东西。喝完之后哈，就不瞎寻思了，这个焦虑就缓解了。就像我这两天我说不喝酒，尽量不喝，因为知道喝酒还得用肝来解毒，这各个器官都得帮他解毒。喝的时候他也不甜，也不好喝，我还说呢尽量不喝，但今天这种场合喝点吧挺好，说的焦虑这方面就缓解了。